下来我们呢，恭请戒相大和尚为我们呢，所有的在座诸位法师及护法居士为我们呢开示几句，各位合掌，阿弥陀佛。这个请全体同学呢，我们先起立向上。这个首先是闽南佛院哈，我们全体师生向这个文殊讲堂慧律大和尚礼座顶礼三拜。问讯啊，好，我们对面请坐下来，对，来为我们开示几句啊。阿弥陀佛，尊敬的慧律大和尚、大法师，因缘殊胜，非常的难得。我们的全体同学们，来到台湾今天是第七天了。一直是期盼着、期待着到文殊讲堂来，向我们慧律大和尚礼座。今天终于到了这个文殊讲堂，大家开心吧？开心。从入口进来，这个就有劳我们慧律大和尚做了细致遭到热情的安排和接待，使我呢内心感到无比的感动。实际上慧律大和尚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可以这么讲。可能呢大和尚对我不是很熟悉，我对大和尚呢确确实实是很熟悉。我认识你啊。久仰大名啊。没有。可以这么讲，这个大战在我们大陆呢混失很多。大家还记得吗？应该是99年还是98年？99年。99年。99年呢大战到了我们厦门。我们的讲堂容纳可以300多人，但是呢讲堂的那天的不是以300多人来计算，而是以水泄不通来形容，人山人海。可想而知大和尚的这种法力、这种魅力在大陆、在我们厦门影响是有多大。实际上呢不仅是在99年，应该在80几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大家对慧律大和尚已经就是很久仰了，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来到这个文殊讲堂，来拜见我们慧律大和尚。可是有些人呢不得门而入，不知道在哪个位置。有些人呢由于早期呢也不是很方便的来，现在呢会越来越方便。那这一次呢我带领的这个闽南佛学院第13届的同学，男女众有总共有137位。当然这个前两天我们圣辉大和尚是我们的院长，他的由于这个应该来说院计划是跟我们一道的，那由于大陆那边的有一个外事很重要，所以呢他老人家呢就先回去了，并且呢跟我讲说他要来到了这个台湾，来到了高雄一定要先拜访一下我们这个慧律大和尚，应该是惭愧惭愧都来了哈。是对，所以呢我们呢就按原计划呢一路上找过来所以呢这个早上我们从这个阿里山下来，同学们呢已经就心里就很期待着到文殊讲堂那么今天下午呢终于到来了。我呢就不以太多的语言来表达，把
剩下这样的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恭请慧律大和尚为我们全体的同学们呢做一个开示。下面让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恭请慧律大和尚为我们开示，大家欢迎。好好好，好，大和尚你请坐。首先呢要表达的啊，为了要看到全体啊，我必须爬上去啊，不在这里讲后面看不到啊。好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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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尊敬的戒相大和尚，尊敬的净心大和尚，也尊敬的戒松大和尚，以及各位尊敬的比丘、比丘尼，还有讲堂的法师和护法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这个时间呢？是午休的时间，大家啊，大陆来的各位啊，法师一定一路来啊很辛苦，非常辛苦。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么辛苦啊，我们呢就像大和尚慈悲了，要我跟大家讲几句话啊。首先呢，我们必须先告诉大家，文殊讲堂成立20多年来，实在没有去想到说啊，20多年后有100多位尊敬的法师来到我们这个小庙，来这么做这个盛大的参访，实在我很惭愧，没有给你们一个好的视听教室，硬体的设备也不足。这一点我很惭愧，对不起大家。最主要的20多年前呢、没有想到的今天，要早知道啊，我搞大一点的庙来迎请大家，那没办法了，就是这么小了啊，你们也不嫌弃啊，更让我们感动啊，蓬荜生辉啊。1999年回大陆的时候呢，受到圣慧大和尚金兰普陀热忱的招待，今天呢，我们以12万分的热忱来恭迎啊各位法师，这是我们无比的啊好的因缘齐聚在一起。那这里呢，有执事人员，有佛学院的啊男众女众，那么海峡两岸呢，其实都是一家人啊。无论是站在文化的层面呢，或者站在协同的层面，或者是站在啊各个角度的传承，尤其是佛教这个区块了，更是紧密。藏语系的、汉语系的、巴利语系的，有3大语系。我们这里都是汉语系的，尤其台湾的佛教就是大陆的佛教，大陆的佛教跟台湾佛教一模一样，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们呢多多交流啊，那么多多的来互动，以借重这个平台来了解海峡两岸的共同点，共同来努力，尤其佛教这个区块，我们呢做自利利他的工作，自觉觉他的工作啊。那么今天来的时间呢，各位很有限，
非常有限，因为啊，密老师交代说我们最迟不能超过5:30，最迟啊，同时一定要必须要跟大家合个影。哦，这个就有一点时间上有限制住。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哈，我们也没办法来为大家讲整部经，比如说楞严经啊，或者是楞伽经啊，或者讲华严啊，唯识啊，天台啊，禅宗即心即佛啦，或者是一心三观啦。那么我从出家来呢，涉猎到八大宗派，用了15年阅读3次的大藏经，自己也这样发过愿。为什么要出家？今天我们大家看到这么多的法师啊，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为什么？从你们的身上看到整个佛教将来的希望。你们在座诸位尊敬的法师，你们是将来佛教的阳光，佛教要靠这些年轻人。我已经老了，61、62岁了，说实在话的也有一点年岁了，所以看到这么多年轻啊，从佛学院毕业以后要投入弘法利生的工作啊，有无比的感动，无比的感动。你们是佛教将来的希望。那么今天呢，师父因为这条路啊也走了将近40年啊，40年。那么很多法师呢慈悲，哪里邀请呢，在哪里去，像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大陆啊，也是法师非常慈悲。我比较不太一样，我很少出去，甚至对面的马路啊是什么什么马路啊都不晓得，它叫做什么马路。我20多年来几乎都在文殊讲堂里面啊。那么在文殊讲堂前，以前呢、啊、在山上也闭过关啊，也简单讲禁足了。所以我一辈子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佛学院业障15年，再来啊，偶尔出去外面演讲，几乎都处于静态，处于静态。我认为出家这一条路不能白白的走，在我出家的时候就发过大愿：一要精通三藏，二一定要悟明心性，三一定要弘传佛陀的正法，乃至牺牲生命在所不辞。因此一般人、啊、比较忙，当然有他们的个人的立场，我们尊重跟随喜赞叹。我比较属于静态的，几乎都在静态的。所以很多人说哦，这邀请慧立法师很难啊，其实也不是，因为每一个人呢、啊、都有自己的理想。我常这样想啊，少壮不努力的老大徒伤悲啊。我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耳朵很好，灵敏，体力够啊，不用功的话到老的时候该怎么办？没有人理你了，是不是？哎，所以趁我还没有老得很严重的时候，先把该看的看完，参啊，把它参至即心即佛的道理，最究竟的自圆自自圆自顿的究竟义，第一地啊，那么好，把它搞通了，弄清楚了，那么后半辈子剩下多少年啊？如果你悟明心性，要念佛也行，要修天台、三指三观、华严一真法界、即心即佛，乃至是一些念佛、离心念佛都行，唯识的大圆净智啊，哎，我们呢、啊、都非常的了然于胸。各位尊敬的法师啊，毕业以后呢，大家呢啊，佛学院毕业后呢要各奔前程，然后呢要散落在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啊，各具一方，弘法利生。我们这一辈子出家嘛，就是要做自利利他，自觉觉他，
广度众生啊。所以啊，我必须啊，首先呢、啊，祝福大家这条路啊，能够走得很安稳，走得非常的安稳。首先呢，必须要、啊、祝福大家。接下来，由于大家都是高水平的，都是研究院的，啊，都是相当深厚的佛学的基础，所以啊，我今天呢，啊，一定要讲一句，我呀不敢说我在教你们佛法，虽然我这条路走了四十年，虽然这条路我走了四十年，啊，我也不敢说我在教你们佛法，只是把我这四十年来修行的心得跟大家汇报一下，出家人该注意什么，应该怎么个用功，我们呢、啊、希望从这个互相勉励当中能够落下菩提的种子，彼此之间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啊，因为时空不同啊，那么每一个人呢、啊、都有个人的立场，所以我首先必须表明，我不敢说我在教你们佛法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每一个法师都有他的优点，像佛陀的弟子一样啊，啊，须菩提解空第一了，舍利佛啊大智第一了，目犍连神通第一啊，摩诃迦叶苦恨第一啊，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色，他的特长。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也是一样，必须好好的来向各位大和尚大法师比丘，比丘尼要多多学习啊。为什么呢？因为谦虚的是智慧的开始啊。所有的修习佛道的人呢、啊、这一点这是一个起步，这个人想要开大智慧呢，必须从谦虚开始。所以谦虚呢是智慧的开始，狂妄呢以圣道结缘啊。再讲一遍啊，谦虚呢是智慧的开始，狂妄呢以圣道啊结缘，圣道就是佛道了啊。虽然义理讲的那么深，学习了好几年，可是落实在生活的德性一看就让人失望，这个不是出家人本分事，说得到要能做得到。所以啊，谦虚呢是智慧的开始啊。我希望我们彼此之间本着佛陀的慈悲包容，跟众生互动的时候啊，从你身上看不到啊狂妄。那么在台湾呢，也有的人呢动不动就说哦，证了几果阿罗汉呢，证了什么菩萨果啊，还有的人自己称为他是三地菩萨、四地菩萨再来的。这个在佛教的戒律里面是非常严重的，叫做真上慢人，未证言证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今天来啊，我们互相勉励，绝不随便开口出口说自己很有修行，这个是头上安头之见立志。接下来智慧加上勇气呢，可以克服呢生命当中任何的挑战。也就是说，一个人呢除了智慧以外，他必须要加上勇气，能够承担，能够承担责任，能够承担一切时空所发生的变化。无常跟变化是生命的特质，如果我们没有拥有一颗般若的智慧心，而加上勇气的话，在生命当中你会被啊烦恼所淹没，你会被无明所击败的。因此智慧加上勇气呢，可以克服生命当中的任何的挑战。你没听说过吗？发过大菩提心的人，再累也是一种喜悦，就算死亡也存在着真理。换句话说，大菩提心从出发心到成佛，
只有一股力量贯穿自始至终，不能退转的。这股力量是什么？就是大菩提心，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大菩提心。唯有大菩提心修习佛道，才充满着喜悦，才不会走入魔道。这句再念一遍：发过大菩提心的人，再累也是一种喜悦，就算死亡也存在着真理。也因此啊，初学佛法或者是老参，我都用这一句话来鼓励大家，一定要发大菩提心，发大菩提心。今天你为什么要出家？出家没得选择，出家就是牺牲。你为什么要出家？出家就是奉献。出家就是不怕苦，出家就是不怕死。怕死的人怎么能出家呢？对不对？不怕苦，也不怕死。所以出家就要做牺牲生命的打算。一切既然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反正人呢，迟早会变成一堆骨灰，是不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多做一点益于有利于人类的事儿。我们活着的时候，只要有一口气，是不是？除了自利以外，我们也要做利他的工作。所以，什么是出家？是大丈夫的行为。什么是出家？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因为既然要变成一堆骨灰，那么生命的价值观要让它显现出来。说上苍啊，给我们一个平等的起点，我们哇哇落地啊，来到这个生命的舞台。可是在终点的时候，每一个人走的路线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呢，从哇哇落地的时候都是平等的，可是人的生命跑到终点的时候就会完全不一样。有的人证得圣果，有的人依然是凡夫，习气太重；有的人继续六道轮回，有的人往生极乐净土，有的人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有的人浑浑噩噩啊，有一碗饭吃啊，一天混过一天。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我们今天啊何其幸运啊。是人生难得经已得嘛，佛法难闻经已闻嘛，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混乱的这个时代，出家人我认为太了不起啊。你到中东去看伊斯兰教，你看不到一个出家人。我们到欧洲去看，走了几天几夜，看不到一个出家人。我们到美国去 California State Los Angeles New York is big city， 全部没看到出家人。看到了出家人就是大陆还有台湾的法师，其他没有。尤其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宝贝儿，一个独生子，再来独生女，要把他送上佛门这一条路，看就知道出家有多难。我讲这句话就是知道大家已经很难得想剃度。我们用比例来说，整个大陆13亿，我这是听说，出家人30万人，13亿分之30万，你用数学算算看，你就知道出家有多难。好，讲了这个有什么重点呢？讲了这个重点就是说，生命要懂得爱惜，又懂得珍惜，又懂得珍惜。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没有批评别人，也没有诽谤别人。出家既然这么难得，我现在举15年前讲堂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对大家可能有一点启发。这个例子不一定是每一个人会发生，但是它是事实，它已经发生。15年前，我剃度了一个男众啊，我总共剃度了130位比丘。15年前呢，发生这件事儿，让人有点遗憾了。这个法师呢，长得非常庄严，也有一点邪力。那么我们这里有其中啊，15年前呢，有个大护法，这个护法房地产很多，房子也很多。结果他什么法师好像都看不上，特别的欣赏那一位法师，他就没看上我。他看上了这个法师。诸位，他不是男女的爱情，而是说他非常的欣赏这样的法师那么这个法师呢，由于常常去在家居士泡泡茶，他开始对这个常住动摇，他住不下来，常常早课晚课请假不在，去哪儿问说不出所以然。我开始注意他的行为举止，他也不说真话。后来才知道，他常常去那个居士家泡茶那个居士因为经济上条件很好，大包小包的供养什么水果，每次看他回来就拿了一大袋，也不晓得是现金还是水果。他走过去我就看一下，这出家才3年呐，这样子很严重后来有一天我想找个时间跟他教育教育结果还来不及教育了，他突然有一天提出申请说，师父，我想要去外面参学。其实他是打妄语是那个居士准备的楼房要给他住这个法师因为出家才3年道力不够具足可是他说要去外面参做上人的挡也挡不住，也只能祝福要不然怎么办来这里出家的时候他就十足的这样恭敬师父，这样拜托师父跟他剃度，要离开的时候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全部都是他讲的。后来没办法了，因缘不具足了，那他要出去怎么办？好啊，就让他出去吧。那出去以后呢？结果没有去参，人家是一个夫妻有小孩子住在另外一边，就把他供养一栋房子，是给他住而已了，名字当然不可能过户给他了。这个法师想得太天真了，他认为是鸿福齐天对不对？天上掉下来了这个大礼物他不晓得他的灾难就要到了。结果出家才3年，我们就晓得，你看看楞伽经无量劫来的种子跟习气是那么的难断。后来他离开了讲堂以后住在那个家，早上起来开始看报纸 ，every day every morning。Open the newspaper， 打开报纸开始一直看，看到中午，中午起来的时候也不开始念佛，因为没人管了，没有僧团了，没人管了，他身上又有钱，就打电话聊天，打电话聊天，这里攀岩，那里攀岩，什么在讲堂发过的愿要怎么用功通通忘记了，那自己的脾气也很大，这个出家众脾气也很大。后来这个家人越看怎么跟我们在讲堂看着法师不一样呢？在讲堂你是那么的谦虚，那么的用功，让我们那么的敬佩，结果我们这样供养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习气很重，出去以后没人管，没人打板，对不对拿着手机电话，他就是一直讲电话。后来跟这个在家居士起冲突，
听说了，只听说了，两个杠了起来，她的老公啊出面了，骂这个出家人，结果她出手跟她的老公起冲突，后来就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了。现在问题就举个例子，不一定是大家所会发生的，现在就是问题就出来了。所以我体悟到四十年来一句话，出家众你越持戒力清净，越远离在家居士，在家居士越尊敬你，你越接近在家居士，因为你还没有证阿罗汉果，还有习气难断，对不对？你越接近在家居士，在家居士呢也看不起你。这是我体悟四十年来一个总纲，从这个法师的例子就知道，虽然是他发生的，但是各位将来各奔前程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好条件的大护法，他会认为你很有修行，你能吃苦耐劳，比丘你，他很尊敬你，他大把的钞票会供养你，因为你也无所求，了不起。你也碰到这个领导也非常的支持你，赞叹你。在这诸位，你千万不要高兴太早，是福是祸不一定，重点的悼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你要坚持菩提心，一定要跟众生保持一个距离，同时不要退失菩提心，但是也不能离众生太远，离众生太远你度不了他啊。说若即若离，在家出家保持一个尊重跟距离，像雾里看花，不要让他看得很清楚，感觉很美。我这句话你一定要听进去，不骗你的，今天我讲的这几句话你听得进去，你一辈子修行立于不败之地，给我鼓励一下。哎，都没有听到你们的鼓掌啊，不够热闹，再来一次。哎，是是，好，接下来每一种痛苦后面都有礼啊，都包装着一份礼物，人不怕，不要怕吃苦的。记得再讲一遍，每一种痛苦后面都包装着一份礼物。诸位，没有痛苦的人生是不值得活下来的啊！十方三世一切佛以苦为良师，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了痛苦啊的这个熏习，他不懂得什么叫做珍惜啊，不懂得什么叫做珍惜啊。经过痛苦的洗礼，让人的心智更加的成熟。第一地有两种，一叫做理上第一地啊，二叫做事上的第一地。理上的第一地可以用讲的，上课啊，听的教授啊，可以用讲的，对不对？哎呀，善体一切法空无自性啊，法界性本空，空无自性，佛性空无自性，众生性空无自性，法界性就是佛性，佛性就是众生性，绝对平等。这个大家都会讲，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这个是理上第一地，这个大家都会讲。那问题出来了，事相的第一地你没有，叫做经验第一地，你没有经验第一地啊，欲望来把持不住啊，男女的感情来你把持不住啊，啊，师父我已经不贪了，我修到这现在修行啊，不贪了。当然包了100块人民币你不会贪啊，你摆了10万的话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因为数量太少了，当然不会贪了，摆了10万的话就不一定了。你证得空性吗？10万不过的摆1亿，那就说实在话就没有几个人可以挡得住这种诱惑了。所以啊，佛陀在经典里面讲，万物性如意，如意不可信，在没有证圣果的凡夫来讲的话啊，欲望的诱惑才是名实睡，时时都可能存在，这就是一种陷阱，这就是一种修行上的一种陷阱。其实
我们可以避开来的，只是大家不愿意，不愿意啊。为什么不愿意呢？存在有一些欲望，存在有一些感情，存在有一些习气啊，他来他也不会伤害我，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来互动，我觉得关系不错啊，是不是？慢慢的腐蚀你的道念。我不是说叫你一定离开啊这个世间人啊，或者是离开什么领导啊，或者是离开这些啊代家居士，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道念要很坚定的时候，你不受诱惑的时候，那个才能谈到有经验第一地。所以一个真正悟道的人是理上，但是必须经过千锤百炼啊，做一个中流砥柱，千锤百炼依然屹立不摇，你才有办法走完出家这条路最终的人生。我们从哇哇落地一直到难得难能可贵的出家，诸位，出家以后我们就进入修行的舞台，要证得无上大不涅槃。无上大不涅槃是整个佛教的核心，这样子你这出戏才演完了，就是战场啊，才叫做战胜了。你要像佛陀一样，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这样证得无上大不涅槃，你这出戏才演完了。但是很多人都还没有演完这出戏，无上大不涅槃还没有证到，就怎么样啊？半途就中枪倒地了，死亡了，法身慧命啊，就结束了。所以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一个男孩子多么的难得，又是独生子，又是来出家，又是来我这个文殊讲堂这样出家，我还是一直走教育的路线呢、啊。佛陀是实践家，佛陀是教育家嘛，对不对啊？教育可以让一个人从野蛮变成文明，教育可以让一个人从束缚得到大自在跟解脱。所有的出家在家一定要经过教育，我这里还特别的教育，可是呢他就是业力牵引的出去。你看现在后来还俗的，有一天呢 看到报纸，哎，他犯了法了，就是他。那只能感慨以外，我们也不能怎么样啊，我们拿这个例子来警惕自己。所以啊，出家众啊，不要怕痛苦，每一种痛苦后面呢、啊、都包装着一份礼物。要打开这份礼物以前，你必须经过一番的痛苦，痛苦使人心智成熟啊。有智慧的人把痛苦当作是阶位，成就的阶位，一步一步的往上，当然会累啊。可是呢，穷如玉液，高处不胜寒。那有的人呢，就啊顺着水流，一辈子啊茫茫然的过日子。所以啊，大家要好好的开发我们本来本心本性的功夫。真理一直存在，真理不是佛陀发明的。真理如果被发明，真理就是变成生灭的东西。真理就是佛陀去了悟，去体悟，而且是法界常然，法界本来就是如此，也就是法界本来就是涅槃。何以故法界本来就是涅槃呢？就是啊，空性空无自性，一个颗粒微尘空无自性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空无自性，鸟兽虫鱼空无自性啊，宇宙有共同性，就是空无自性，是所谓的空性。而空性不管佛存在亦不存在啊，降生亦不降生，本质涅槃啊，法界性本质涅槃啊，而是佛发现了它，意思就是法界本空的道理是由释迦牟尼佛去发现它，他来告诉我们啊，人人本质具足。所以在理上的第一地，大家要好好的体悟啊，体悟一切法空无自性，
法界性空无自性，佛性空无自性，众生性空无自性。法界性啊，就是佛性，佛性就是众生性。诸位，如果佛性有自性的话，佛性就变成自性见。啊，很多人都这个空无自性跟自性实在是摸不着门儿。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啊，诸位，第一谛分成两个，一就是理上第一谛，第二个叫做啊事相上的第一谛啊。先讲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头牛，我们说牛有牛的自性，牛的相，牛就绝对不是老虎，老虎就绝对不是马匹，马匹就一定不是羊。站在这个事相的角度，我们说万法有其自性，站在这个角度，站在事相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有其自性。牛性就不是马性，马性就不是虎性，虎性就不是羊性。站在这个角度，站在究竟处的角度，注意听啊，站在究竟义的角度啊，牛有其自性，究竟处空无自性。马有其自性，究竟处空无自性。啊，如果马站在事相来讲，如果马没有自性，马跟牛你怎么分得清楚？牛跟兔子你怎么分得清楚？所以马有其自性，牛有其自性，这个是姑且暂时给他这样讲的。可是呢，牛空无自性，马空无自性，究竟之处都是空无自性。如果牛有其自性的话，那生生世世就变成牛了，因为它有自性啊。这是因为一切众生随业力而转了，业力是空无自性，所以由于业力空无自性，空无自性才可以转动它。因此牛这辈子果报完的时候，由于业力的关系，它会再继续转换，因为它空无自性。所以要体悟到佛教的究竟义来讲，对这个无性，那《华严经》讲无性即是第一谛啊，第一谛就是无性，无性就是第一谛。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全部贯穿到最后就是空无自性，偏计所执性空无自性，缘起自性空无自性，啊，缘成实自性空无自性。何以故？若有实自性，就是自性见。若有实自性，就变成自性见，因此就会变成法法格格不入。你有你的自性，你有他有他的自性，所以在座诸位看到生命的究竟处的时候，悟到佛陀究竟自言自顿的时候，他的心是无真的，他的心是无相的，他的心是平等的。因为万法空无自性，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咯，因为空无自性嘛。所以在理上来讲的话，善体一切法空无自性啊，法界空无自性，佛性空无自性，众生性空无自性。是故众生性就是佛性，佛性就是法界性，法界性就是佛性，就是众生性，平等不二。万法唯是一心，唯是平等。站在哪一个角度呢？诸法究竟无性，站在这个角度。所以佛在金刚经里面讲，金刚经里面讲是法平等，怎么样？无有高下。是站在哪一个角度讲？站在体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角度来说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因此啊，法你可以方便说，但是也必须体悟到究竟。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把佛教边缘化，佛教世俗化，佛教热闹化啊，到哪里都很热闹，到哪里都很多很多人。但是真正的佛教的实际的核心价值，就是这个涅槃到底有几个人能够深深的体会体悟呢？现在的人出家或者 在家道场把自己弄得很忙，忙没有关系，是一种善巧方便。那么这个善巧方便能不能体让一切众生体悟到究竟之处？要不然整个佛教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这辈子要以佛为模范，以佛为模范。佛陀的一辈子做什么工作？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利利他利行圆满。佛陀一辈子所做的工作就是觉悟以后，接下来就是转大法轮，就是转大法轮，也就是你必须落实到在座诸位啊尊敬的法师们的身上。所以从你们的身上看到佛陀的阳光，也看到佛教的希望。因此我今天非常的乐意来跟大家互相啊切磋啊，互相的勉励啊。所以今天呢没有特殊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鼓励出家众啊，赞叹出家众。因为啊你们啊跟师父啊站在同一线上，在思想上的第一地你就必须要去做，所有的做体性本空，做就是无做，因非因，缘非缘，果非果，万法回归当下，次第建立。所谓万法回归当下，就是你自言自证的道理是善根立志的人，圆顿大笑的人才有办法体悟。可是一般众生没有这种根气的时候，他要慢慢慢慢的体悟。底下这句话你一定要背起来，于圆顿当中方便安立次第，于次第当中回归当下，当下就是永恒的代名词，没有当下也没有永恒，唯是一心，唯是真如，本心本性并无来气生灭增减。所以因非因，缘非缘，果非果，